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，如要轻易尝试任何改变，改变你现在所有的一切，我能再多爱你一些。请注意，不要怀疑自己，不要怀疑自己，你的你的一切，一直这样，不要怀疑自己。大家都别理他，不要急，不要转过来，不要急，不要，等静一静，真的。不要理他，自己，你的一切，哎，不要怀疑。你要不要给我一个马桶？小心，爬起来了，爬出来。他等一下会变成一坨黑色的东西，就不属于你的一切都是美丽。要变身了，快逃！快逃！幸好我心中充满了正气，是哇，我才不怕这种东西，我撒尿，黑狗血啊，黑狗血我也有，我高兴，我高兴，来，请说，不要怀疑自己，哎，奇怪，我怎么变新身份？可以让我看上一句吗？不给看，拜托吗？给你看上一集啊，阿林哥。又有喜讯的陈国华老师，好，所以学会当爸爸才会选这首歌吧？对，这首歌一定要唱给小孩听。这个流行歌曲里面有这样子一个清新，然后大人小孩都喜欢听的作品，是很好的。很难呢，而且不好写，让这个范围增加增宽了。对，什么歌大人小孩都喜欢呢？2006年，张悬的《宝贝》。我的宝贝，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今夜都好眠。我的小鬼，小鬼，逗逗你的眉眼，让你喜欢这世界。哗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有个人来一句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让你知道你最美。容易吧？简单。是这样哦。奇怪，我怕什么？我又不是吸血鬼，为什么你吸血鬼要编个十字架自己吓自己啊？我又没有说我是吸血鬼。哦，你不是啊？没有，他是坟墓了。他是墓碑。我们先进入奖金挑战赛。我们欢迎音乐界的新朋友魏如萱同学。我是宝宝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Happy 之百万大歌星金曲排行榜，本周进榜的第三名是魏如萱，优雅的刺猬。再来看看第二名，娃娃，优雅的刺猬。接下来本周冠军，他还是娃娃，魏如萱，优雅的刺猬。什么？请你原谅这个百万神经病。你这是在做电台节目是吧？对，电台节目好像是你这个最近最常跟大家接触的一个方式。对，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10点到12点。这个节目应该不是很公正哦，因为它排行榜收得到吗？我们一般的人收得到吗？一般人收不到，收不到。我们要晚上十二点要拜拜，要用关落音的方式。刚刚国华老师跟我说，他每天对着镜子削苹果才收听得到你。他点个白蜡烛，真的，他听得到啊？哇，你阴阳耳啊？我是收听灵界的声音。你有这一方面的特异功能就对了。什么都听。其实现场跟电视表演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就是电视节目比较少，可以就是跟他们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距离。然后在 live house 表演的时候是比较近的，可以跟他们对话的。而且是不是心情比较放松？对，自己弹自己唱。对，而且灯光也没那么强。你比较不怕？灯光太强会融化。所以你这一段不要闯太久，等一下你脸会开始烂。对对。
开始冒烟有没有？然后开始哇，化作血水。可是我刚刚的话题还没讲完呢。啊！我说，所以电视跟现场有一个状况，电视不能讲太久。对，然后没关系，你讲，我们会帮你精简。是。好，我觉得电视就是它是更大的一个平台，就是它什么时候会打开电视，我听不到。但是我觉得，我就是说我要当一台翻译机的意思是说，你在唱歌的时候，你可以治疗那些伤心的人，你可以把他们心里面的感觉翻译出来。哦，那就是灵媒啦，灵媒啦，对，也是有关系的。这张专辑，专辑送给你，魏如萱的新专辑，是，就是排行榜上前三名都是这一张的。优雅的刺猬，终于有自己的新专辑出现了，历经了十年，对不对？哇，大家给他加油一下啊！当然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慢慢讨论专辑啦，或者你的造型。是是。所以你有参加过歌唱比赛？有，其实我是陪我朋友去。我的问题是说你常不常唱别人的歌的意思？哦，还好。好，请看。哎，这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觉得我还是照顺序来好了。哦，照顺序。个性女生。个性女生。嗯，请看。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。王菲哭了，范晓萱证据，杨乃文。嗯，我想一下。对，好吧，给你点歌。哎呦，点别首，点别首，点别首。你是我所有回忆。不行，我想要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。那你就说嘛，1997年王菲，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。啊，天晓得，既然说你快乐，于是我快乐。玫瑰都。想怎么了？就值不得，求不得。天早你声音更难得，喜怒和哀乐，由我来承担你负责。头发湿了。觉得累了，所以我睡了。请看。对，因为这首歌从头到尾那个歌词很整齐。你的意思说都有对称？对，然后什么了？你怎样？我怎样？我怎样？你怎样？这样，蛮好记。那你想怎样？啊，是没有啊。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好的。这个声音，你的声音算是比较特别的。是讲话跟唱歌不一样，我知道。哦，没有，我要讲好的。哦，比较慵懒，比较厚实。一般在华语的流行音乐，大家比较喜欢听高音、清亮的，所以会让人耳朵有一点新鲜感。那你喜欢吗？还好。啊，喜欢喜欢喜欢。你像这样子我怎么好意思说，那我真的很好吃啊。来，吓到欧巴。不要这样，不用这样，不用这样。老师，喂，老师，他是外国的。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我是基督徒，你没有看到吗？对呀、啊，哪有关系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你跟他们有配合吗？你是他们学校的吗？不是，是我跟他们要那个十字架。我问你啊，你们这个造型啊，比如说你今天黑色，对，上次那个白色那个有点像布条，阿基斯，这都是跟唱片有关系，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？哦，是。我自己喜欢的，然后公司都对我很好，说嗯可以，那我就好啊。你爱穿什么穿什么。所以不好看吗？好吃好吃好吃。好，接下来。好，我看看，经典台语歌曲。哇，江蕙的《异界人生》，孙淑媚的《心爱的别走》，黄以玲《无字的情批》。
我爸喜欢那个红绒红，所以我所以今天没有红绒红。我唱姜蕙的那个林心，我就偏偏要点孙淑媚《心爱的别走》，生气了自己那边乱讲。姜蕙1992年《异界人生》。静静，哇，你的英文歌唱的真不错。我知道，嫁对象有个香气，嫁对象有个香气，心思暂时放不记，心思暂时放不记，是法文版的。国门大丽舞，请看。他对象有个香气，心思。你们同一国的，哎。你们不能 A， 因为我是 W A， 我是哇，再一次，一二三。哇！因为我很少上电视，我想要操弄一下观众，那感觉蛮好。相对的，我感觉不好。不要碰我！这个答案怎么样？确定。答案确定。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发音很奇怪，对呀、啊，他是跟法国人学的台语，完全听不懂。台语跟法国人学，真是很傻。很傻。台语不跟台湾人学，跟法国人学。我问你哦，你唱歌有受过训练吗？哦，好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有刚刚跟那个 No Name 有聊天，他以前有教他发声的那个老师也是我的老师，哎，难怪，两个人都含在嘴巴里，都一样。可是 BAD 跟侯湘婷还有王心凌也是他教的、啊，请。哎，那个演艺圈老师及创作才女，会不会有左恩恩？请看。哎呦，有哎，这首好听哦。最早中国风的歌曲，你以前都是走偶像路线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看刚刚那首歌那个动作，这首歌的歌名，你恋爱的样子很中国。左安，黄韵玲喜欢你现在的样子。陈珊妮，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，喜欢你现在的样子，因为小玲姐就是我们是都是十月生的。他每一个解释都跟歌没什么关系耶。黄韵玲1993年喜欢你现在的样子。要是千里眼里望雨，要是不。说一句，我真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。如要轻易尝试任何改变，改变你现在所有的一切，如果能再多爱你一些，请注意，不要怀疑自己。哎，你要不要给我一个马桶？小心爬起来了，爬出来！他等一下会变成一坨黑色的东西，就属于你的一切都是美丽。要变身了，快逃！快逃！不要这样，人不是我杀的，在做法了。幸好我心中充满了正气，是哇，我才不怕这种东西，我撒尿。黑狗血，黑狗血我也有，我高兴，我高兴，来，请说。不要怀疑自己。哎，奇怪，我怎么变新学粉？嗯，可以让我看上一句吗？不给看，拜托吗？给你看上一集啊，林哥。又来了，让他看。不要怀疑自己，属于你的一切都是美丽。属于你的一切都是美丽，请看。有问题吗？不要。哎，好，确定，确定，不要改。我偏要确定。好啊。正确答案请揭晓。
过几关，要不然等下生气会。我们要不要这样？就是检查一下袋子，会不会拍出来从头到尾都你一个人、啊？一直跳，不是都只有你，都只有你而已。人家观众以为你在干嘛？听得到声音。对，我们要检查一下袋子，是拍出来只有哈林哥一个人对着旁边空气的讲话，咱就拍了。哦，要不然他晚上来找你也不好。哦 ，OK， 好的。哦，来。我选那个新歌好了。啊？有 ，KTV， 新歌。你刚才有在看录影对不对？你知道新歌可能就是这一两年的哦。因为我是 DJ。好，赶快。我怕你。就要爆排行榜。哎呦，有着跟你路线很像的王若琳，因为你爱我，阿密特掉了，杨丞琳匿名的好友，掉了，掉了清风写的，掉了，那个清风呢也有在我的专辑里面。2009年阿密特掉了，清风线我要爱。你每次都要讲一大堆，不知道我讲什么，然后讲了跟都没关系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不要以为你吸血鬼你很厉害，你就可以这样子。主持人要中风了。阿密特掉啊！阿一，因为你爱我，王若琳，2008年的作品。如何？确定？答案确定。正确答案请揭晓。有人说你们两个声音很像吗？有没有人？对啊。我就是他发唱片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怎么跟我的声音有一点像？自己都觉得像。对。接下来，不同发型好了啦。请看。有中有中，张宇的长头发，梁咏琪的短发，还有张学友头发乱了，头发乱了，那就是女生咯，短发、啊，因为挑战男生，是不是国华老师写的、啊？谁？对，真的是我写的，对，可是他自己都不记得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哎呦，他这个忘词是这个全世界前五名啊，他的专长跟强项啊，哇，厉害，前五，怎么样？我要短发，梁咏琪1997年的短发。我一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。可以讲话。可以呀、啊。我一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。我已剪断了我的发。不是，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。剪断了牵挂。来，请看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长发。如果你真的没办法。你要问陈国华老师，我也不介意了。但是我劝你最好不要。这个厉害啊！好，我要问那个提示团好了。
该是扳回一城的时候。我不相信，千万别这么说，千万别这么说。如果你中了吗？哎，如果你答错了，对呀，这次有八成的把握了。啊，六成真的多了。上次是6%，不是六成。怎么样？哎，等一下，我要用是不是？三选一啊！你要不要求救？你可以三选一。算了啦，不要了，就这个啦。我这人就是实在跟干脆。嗯，剪断就剪断啦，算了，不过关就算啦。哇。也好，好霸气，有三次可以用。答案要确定了吗？对，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哇，这样我在心里念，好有用哎，我喜欢。你怎么不求救呢？有三个可以用，刚叫你三选一，怎么不用？他就不要啊，因为我想说，你觉得你看他傻傻的，你觉得他会听你们的吗？你们刚刚都不出声，谁会唱？哎，我的歌迷会。来，这首歌大家应该蛮熟的嘛，对不对？而且这种连陈国华老师都记得的。喂，他短发，他短发。他是短发，好。你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惩罚。你看我刚刚是不是有讲？惩罚。我想惩罚哦。恭喜你得到3000。耶！啊，陈国华老师颁奖，来，怎么称呼？小撒，小撒得到我们3000元的奖金，来恭喜，多好！今天我们的新朋友第5关失败，第4关的奖金折半，6000元颁给魏如萱，恭喜他的新专辑。